好的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学习一下修复画笔工具。刚才在给大家讲到我们的这个污点修复画笔工具的时候呢，有提到过修复画笔工具。修复画笔工具呢，它要在我们使用这个修复的时候呢，必须要定一个圆。如果我们选择取样的话呢，在图中点击时会弹出，按 Alt 键，以定义用来修复图样的圆。首先呢，大好久不小、见了。硬度和间距。大家理解这一点，大小呢就是我们的画笔大小，硬度呢是这个画笔的边缘的柔角的关系，间距、角度和圆度，在我们以前的这个工具中都给大家讲到过。那么这里呢有一个仿制圆，仿制圆呢在我们讲到仿制涂装工具时给大家讲解，模式也是一样的啊，模式也是一样的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取样和图案这样一个使用方法。修复画笔工具，它主要是用来修复图像中的这个缺陷，比如说人的皮肤凹进去一块，有阴影关系，是吧？等等，并能使我们修复的结果呢自然融入到周围的图像。和涂装工具来比的话呢，修复画笔工具它虽然说同样是吸取圆，到其他部分以后会进行直接填充图案，但不同的是，修复画笔工具在复制填充图像的时候呢，会将取样点的像素信息自然地融合到图像当中。我们来测试一下，我们按住 Alt 键吸取上面的这个圆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次进行涂抹。当我松开鼠标以后，它会发现，哎，水面修复得非常好。将硬度值进行降低，再次吸取，按住 Alt 键进行吸取，涂抹我们的这个范围。融合得非常好，融合以上看，它是根据原始图像的阴影啊、亮度、高光来进行融合。那么如果说我们在选择时啊，一定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，按住 Alt 键吸取，哎，把它去掉，你看啊，哎，这些地方呢，我们不想要的地方去掉，对不对？融合得非常好，哎，都可以去掉。它和我们的仿制涂装工具所不同，我给大家说过了。它根据是根据背景的这个明暗程度来进行，怎么说呢？仿制出的一些效果。我们执行修复画笔工具中的这个图像大小命令，我将它改变一下啊。历史记录收回。图案呢，我们首先呢来选择一个图案，比如说是就这个图案就可以了。将我们的画笔调大，然后在图像中直接涂抹。图案呢，它主要是对我们的图案生成了一些特别的效果啊，特别的效果。大家注意看，在这里点击图案以后，我们选择这个图案，在这次涂抹。当我们松开鼠标以后，图案的颜色会发生变化，就是说和我们的背景颜色进行自然融合。但图案本身来讲，它并不会发生变化。这里有一个对齐模式，我们用取样点来给大家讲对齐。如果我们按住 Alt 键在此进行取样，大家注意看，在这里取样，那么在这里的下方就是石头。我们在不勾选对齐的情况下进行涂抹一次，再次涂抹两次啊，它都没有关系。它所涂抹的范围就是我们刚才所吸取的这个范围的一个点。Ctrl Alt 加 Z 返回。但如果我们勾选对齐模式以后，按 Alt 键再次吸取，在这里涂抹一下，哎。它会往下，看到它也覆盖过了。但是我们再次往下涂抹，大家会发现，它和我们的原始图像是进行对齐的。那么这个石头就原原本本的可以将它复制出来。经过一个计算以后，石头的颜色、形态是没有更改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的这个明暗程度就发生了变化。如果不对齐，你怎么画它都只是那个点，你只要松开鼠标了，都是从起点开始。但是对齐以后，会接着刚才的这个修复的这个过程来进行修复，在当前图层、当前和下方图层所有图层中，大家都应该理解。这个的话呢，我们复制三个图层，随便的把这个图层呢简单的进行这个缩放一下，Ctrl T 自由变换命令。这里有三个图层，再次选择我们的修复画笔工具，此时呢选择当前图层。在背景副本二图层上才能进行编辑、进行复位、进行涂抹。在这里呢，行不行呢？也行，大家都要注意，它是空白像素，所以在我们的空白区域就复制出了像素。Ctrl Alt 加 Z，
我们选择背景图层，执行当前和下方图层命令，按住 Alt 键吸取。样本的吸取，它是只会吸取我们的这个当前图层、背景副本和背景图层，并不会吸取我们的上方图层。大家注意看，这里有个石头是吧？我们吸取这个石头，它不一样啊，大小是不一样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在空白区域呢进行复制。大家看啊，它所绘制的石头是下面的这个大的石头，而并不是我们的这个上面所看到图层背景副本二的这个石头。那么如果说选择所有图层，就是说对所有图层进行取样，想吸哪里就吸哪里，想吸哪里就吸哪里，是不是？我们把它恢复到当前图层，然后呢，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按钮，忽略调整图层。首先，我们对图像呢添加一个曲线的调整图层，对它进行简单拖拉。此时，我们如果选择当前图层以后，它根本就不可能提示这些按钮。好，我们来盖印图层，Ctrl Alt Shift 加 E 键盖印图层以后呢，将盖印好图层进行缩放，点击回车。在选择对图案或者取样时，我们选择正常模式取样点进行取样，按住 Alt 键进行吸取当前图层。哎，是不可用的，是吧？为什么呢？如果我们选择当前和下方图层时，就能使用这个命令，或者所有图层吸取一个点。然后呢，当我们点击下以后，调整图层它是被忽略掉的，和原图一样很白。但如果说我们没有点下忽略调整图层、关闭修复时的调整图层，那么我们在修复时它的颜色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，这里的颜色信息是没有改变的。那么最后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用压力来控制大小，在刚才给大家讲过了啊，那么我就不讲了。画笔的压力越大，那么它的这个笔头就越粗；压力越小，它的笔头就这个越细啊，笔头就越细。